為支持業界參與書展，特區政府去年在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下面預留了4000萬元，推出印刷及出版業資助計劃，原計劃是資助去年香港書展參展商。雖然香港的書展兩度延期到今日才能夠順利舉行，但是政府資助參展費的安排是仍然有效的，資助應足以涵蓋大約80%參展商的全數參展費。去年書展延期令到參展商大失預算，因此政府在今年四月在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再撥出1000萬元，為每一家原本已經登記了參與的本地參展商提供一次性15000元的財政支援，協助他們開拓網上和其他渠道促進銷售，支援業界渡過這一段困難的時期，等到大約570家本地參展商受惠。